刚开始的时候，刚开始都要大便一天都是三至四次啊。嗯，三次，特别是早上起那一次可早，天一亮了红日一都得赶紧上厕所。嗯，这也饿的个心里啊，那多长时间没吃东西了，赶紧爬到公园，那时候也不懂那个饭都嚼碎的。嗯，赶紧再吃，好像止不住啊，也。嗯，你慢慢吃药。对，这个就觉得好像给他手上往晃。嗯，没劲，没劲，吃没劲。嗯，爸妈都养活，拉着他，拉着他，都是我的，肯定是拿着活宝的。嗯，都开了，都开了，感觉，这我受气。嗯，我都是老说的说，老说的，感觉个支撑不起来。哎，对对，其实陪你看拿着活宝也陪，都有时候坑他，不要打人抽筋。嗯，对呀，抽筋。哎，一抽筋啊，待一会儿你才能过来。嗯。哎呦，身上凉，哎，你身上可冷了。啊，你啥可冷？身上冷了。累，受不了。嗯，累的受不了，累受不了。有没有支撑力？支撑不起来哈。嗯。心里你用啥了？给他保障，咱们提前学到几点了？哦。和那个提前学到几点以后，身上都不一样了，一天都心里心里慌了。嗯嗯嗯。嗯。你得好好买条子。好。那个你。现在反正吃的东西都堵着呢，不动了。好像我老公说你看你还吐了呀，还有啥菜？我给你拍个菜盒子吧。我菜两盒一直到现在。就一起早上喝的，红心豆不吃饭就喝的。空腹。啊，空腹。啊。每天早上开始吃。哦哦。一瓶五十六天。哦哦哦，这个啊。那小红可大了，小红大小，这都配上他了呗。啊，药物上的这个营养上的非常的都是缺乏的。他的病性目前来说，精神上应该没问题的，就是体质上啊，体能上这个问题很大。尽量把这个用药给他调理啊，加上他这个心情各方面都要这个共同的结合。你要祝愿他能早日康复，能够自立生活，是不是？做一个坚强的人，要勇敢地活下去，是不是？我相信，就是说，有很多，像我们这样，还有好多好多，有爱心的人，一起来帮助你渡过难关。也希望大家，大伙共同为小张同志，他的康复，是不是？都献出一份爱心。优酷网这个报道了以后啊。这个王站长领着俺们，到你来后，我感觉心上心里比较心酸，啊，你像你在这个好像母家母业没人照管情况下，是不是？你能知道我的痛苦，我感觉非常非常心酸。在昨天我们来的时候呢，一直跟他们那个往里来的时候，都为你那是着想着想，考虑你，反正。能给你这个恢复你的健康，能为国家为你做最大贡献，对你有的好处。发扬这个白求恩这个精神，治病救人，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，是吧？咱们都应该普天下人都互相帮助，互相这个爱护啊，这个为你的病啊早日的康复，是吧？叫你能也能够这个解决你的痛苦。这个自己自力能更自力更生了，为国家为人民做点贡献，听起要个药你好好吃，吃了好了以后，咱慢慢再说联系啊。完了再进来。我吃了，哎呀，外药啊，外药啊，是中成药。从那大便出来，哪一锅锅里，然后那不用搞。真的。
融化了。再说呢，他有核小的话呢，中央有核小的或者多少？中央我也是那种，那是吧？你看人家王亮，他说你知道，跟那个东风厂的了，东风厂的他说我就是冰棍儿啊。你我时间冬天，你那啥啥的，我四月间还开电摊呢。我都这天都感觉穿短袖，我这个连胳膊没地人放，腿没地人放。你去你那兄弟院里吃，你吃屎，把这屎干太太。